变一个，又变一个是吧？今天再不出手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用这绳子把你给绑了，你信不信？每次变完魔术，你都没帮我出手。来来看一下，绳子完好无损的。好，这样子，我绑住我的大拇指，绑住我的大拇指，就绕住，绕住这，这边是不是有个洞？今天我们表演的魔术是绳子穿洞啊，让这个绳子从这边穿过去。有人说这个洞太大了，太简单。来，我把洞拉小一点。这个洞小不小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洞小不小？好，这个洞很小了哈，这个洞，这个洞。好，然后这个绳子穿过去的话，这样一点点塞都要很多时间，对不对？魔术师讲，一二，咻，一秒钟。来，过来看一下，就钻过去了，看到了吗？好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很神奇，对不对？有人说再来一次，没关系，再来一次哦。仔细看，我再把这个洞拉小哈，拉到这么小，看清楚，这个洞很小了，对不对？很小了哈，仔细看啊，从这个位置啊，好，很小，一二，咻，哇，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就钻过去了？好，神不神奇？神奇。想不想学？想。想学，来干活干活。好的，绳子穿洞的教学非常简单，一定要看清楚的，简单到不可思议。这样子洞很大，对不对？很大。然后我们说把它拉小，拉成这么小，这样洞就变得很小。那为什么一下子可以穿过去呢？因为一二三，咻，走边上，看到走这个边上拉过来，往上拉，看到了吗？好，只要你是走边上一拉就可以穿进去，原理就这么简单。来，学会的关注我，带你除草。